办酒席，是吧？现在疫情期间，嗯，对，特别不允许。那像特殊不能办，这就简单的就搞个聚餐，一些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聚个餐就行了。啊，这不能够互相浪费，是吧？嗯，好，啊。好，新凉茶。咦？哦，弟弟，哎呦，妹妹，哦，天天发财，哎呦，天天发财，哎，样样顺利，哎，样样顺利，天天发财，样样都好嘞，样样顺利的，嗯，漂亮，哎，啊，新凉茶，有这个。这个是花生、柏枝、桂叶、开枝、发叶那种意义，那里还有两盏灯，是吧？哦，啊，很漂亮，这个新娘房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衣柜，还要搞点意义。这个是糖饼是吧？哦，放点意义进去，就代表着平安吉祥，花开富贵，永结同心。阿勇，漂亮吗？这个新娘房？新娘房很漂亮。哎。这个首先咱们这个新娘房呢要先要带一个男一个女的坐上来，这样的吧，这样以后有龙凤胎的，哎，就生男生女了，记好了呀，哎，刚好的对呀，怎么过刚好的刚好的，嗯，先让人来着，哎，让人来着的，你当麦着，哎，好，哎呀，哎，嗯，好。你也八婆呀，妈来。哎，你嫂，阿斌他们的你嫂。啊，你嫂，你嫂。嗯，我表哥。哎，我表哥，阿斌表哥。我叫表哥。连田的，是吗？是。连田，连田，连田。阿长都经常老，开门打招呼你呢，我都少见都见，少就见你。嗯嗯嗯，这个嘞，顺利的嘞。哎，顺利啊，样样好呀。你走，嗯，不是，我放这个布，拿这个一扫。系啊，旧年同关到香啊，阿斌得啦。嗯，哦，铺好了就是那么好。这个两台电视，这个厅，喜欢看广西台就看这一台，喜欢看广东台就看那边。有时候两个孩子在这里，一个喜欢看这个台，一个喜欢看那台，就放两台了，就先近一点。